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橙子乐园。今天奥特曼又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搅搅拌拌食玩，这是苹果口味的啫喱搅搅拌拌，还有橙子口味和水蜜桃口味的果酱。然后背后是简单的制作方法的介绍。让我们和迪迦奥特曼一起来制作这款美味的搅搅拌拌食玩。做这款食玩只需要用到一杯水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食玩里面都有哪一些材料包。打开之后，这里面有很多粉末的材料包，然后还有一个盛放的容器。这是苹果啫喱的粉末包，然后是水蜜桃和橙子的粉末包。最后这一包蓝色的是装饰用的糖果。首先让我们来制作苹果味的啫喱。先把粉末倒到容器里，再加一小杯水，然后充分的搅拌。那搅拌到粉末完全融化为止。搅拌好之后再等三分钟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倒入一号粉末包，同样是加入一杯水，然后是搅搅拌拌。同样的，把粉末搅拌到完全融化为止。那这一包粉末完全变成了绿色。接下来我们要倒入第二包粉末包，那会发生什么颜色的变化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搅搅拌拌。绿色慢慢的变成了黄色，那等到完全变成了黄色的时候，我们的搅搅拌拌就做好了，看起来有点像奶油呢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制作水蜜桃和橙子口味的果酱，跟刚才一样，分别是放入一杯水，然后均匀的搅拌就可以了。粉红色的这个是水蜜桃口味的果酱，看起来很好吃呢。然后橙色的这个是橙子口味的。果酱做好之后，我们要把苹果啫喱放到搅搅拌拌里面搅拌一下。那这样子吃起来的时候，里面就有苹果啫喱的口味。苹果啫喱的搅搅拌拌终于做好了，让我们来喂给迪迦奥特曼。蘸一点橙子口味的果酱，让迪迦奥特曼来尝一口。好好吃啊！让我来试一下水蜜桃果酱的，再加上装饰的糖果，这个味道会怎么样呢？让我来尝一下。软绵绵的，里面有水蜜桃的味道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糖果，非常的好吃。那我们还可以把两种口味的果酱放到一起，然后再加上装饰用的糖果，看起来好好看啊。让我来尝一口。太好吃了。那你们也一起来做这款苹果啫喱的搅搅拌拌吧。更多更好玩的日本食玩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